此生的守候已经我温柔，只恨我姐可是京都第一才女啊，不能透此生的宿忧，只念外看秀，只因一字未看透，未看透。姐，姐，万思哲，你又在胡闹。可是姐，你怎么就这么笃定他会这么做呀？他这边我来劝，你有你的事情要做，很配你的气质。好。你是振翅欲飞的烈烈白鸟，肯化山之巅，一捧雪落下的明亮，去不临太虚，时间重阴阳，剑锋倒影已满目心高。年少初相逢，万丈红尘中，相书心思莫为浓，莫为浓。人生忽小姐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顾爷的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好像就是不知不觉，自然而然就喜欢上了。一直想着要再娶你一次，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今天。咱们还要拜堂吗？用我自己的方式，苏小姐，你面前的这个男人爱你，尊重你，想用一生的时间守护你。